我一醒来就能看到你，觉得特别幸福，死而无憾。既然事情都解决了，不如我们假公济私留在这儿玩两天吧。你怎么能这么想呢？虽然这个假货的工厂已经被查封了，但是留到顾客手里的假货我们还是得召回。但这么一来，不是相当于告诉所有人我们舒美的产品出了问题吗？如果我们高价回收的话，就证明我们官方承认了渠道有问题，这不是自己在打自己的脸吗？我建议你不妨考虑换个部门，换个领导。换个领导？嗯，我不是说一直缺一个助理吗？眼下正好有一个合适的人选。古桥，嗯，你想要在职场立足，就必须要一步一个脚印的努力。古桥，你不能光想着靠关系去走捷径。